你还记得咱们大学军训的时候，只要我们犯了错，教官都会让我们围着操场跳蛙跳。这不说来就来吗？跳蛙跳我跳的最好了。不对，我跳的第二好，你跳的第一好。还记得当时军训的时候，咱俩总一起逃课。一起逃完课，教官就罚我们在操场上跳蛙跳。一逃课，我们就被教官罚去操场了，跳完跳。你说你那个时候瘦得跟小鸡儿似的，怎么体力那么好？啊！我跳不动了，你就不信我跳，就跟一个人一样。教官从来都没有发现过。感情牌了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给我磕三个头，我把录音给你。堂堂一个嘉科集团的继承人，要用这种方式来刷存在感吗？一个男人竟然要用别的男人的膝盖来证明自己，这得多自卑啊！你要搞搞清楚，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？我是来跟我的兄弟叙旧的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恨我。今天让你痛快的事我都做了，现在该看你的了。苏墨是我的软肋，但也是我的铠甲。谁要是敢动他，我什么都豁得出去。兄弟，不会连这一杯酒的面子都不给我吧？